哥爸爸真伟大，妹妹背着洋娃娃，妹妹妹妹哥哥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今天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滚石唱片呢成立到现在超过40年了，然后滚石四十从2021年年底开始呢，他想要做一个品牌概念，从音乐啊展出啊有一系列的全新计划。那我们推出的第一个系列计划就是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其实从去年的12月3日开始呢，是属于每周上架5首全新单曲，然后会花8周的时间解锁这40首全新的翻唱经典。那今天第二个小时呢，就为你送上这个40团拼经典当中的一些作品喽。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金志娟的经典作品就叫做《大雨》，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Zeca Jones。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年华热草，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心里面有那么
点对爱的固执和对爱你的坚持，星星堆满天，我还是最爱月圆。我中你的毒，我中你的血，我无药可解，我为爱付出一切。老王的毒很深啊，这个很老王啊，老王乐队的星星堆满天。刚刚说到他们一系列的计划，滚石壮乐队呢也要做40集的 podcast 节目、哦、就是请来了那个马世芳哥，对，然后也是一样，周一到周五各播出一集，然后请这40团聊聊，哎，你们怎么选歌啊，怎么改啊，怎么创作啊，这个歌曲对你们乐团是有影响的吗，等等等等。天，原本是来自于杨乃文同学，还有哪些歌曲被改编了呢？孙燕姿啊，不是孙燕姿，孙盛希那个分手吧，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听听。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寄到你的心里，告诉你渐渐。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的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
想要说的说不出口，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
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也不否认你的错，除了你的承诺，除了你的曾经，如果要一直爱我。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也不否认你的错，除了你的承诺，除了你的曾经，如果要一直爱我。我觉得这一次的那个滚石壮乐队的改编真的会让你超乎想象，真的我想不到哎、欸。对对对对对。落日飞车的爱错。有的改编呢是你想不到这个团去配那首歌，然后有的改编呢是你想不到这个团会做出这样的歌。然后我也很想要看每一个原唱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感觉是什么。对对对对对。在跑步。这首歌以前在 KTV 后面一定被切歌，狂切，爱够错了没？好了没？我在跑步。李心姐是不是穿黑色小背心啊？对，我在跑步。你是李心姐吗？段君豪现在在干嘛？段君豪在哪里？不是一直感觉都有新作品吗？我在跑步。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我是马克。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还有周末的精华重播在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个小时的歌单，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让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个全新的滚石壮乐队，他们改编经典完成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是大象体操的登场。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都活在这个城市。
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你要来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忧伤来的若是寂寞，想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歌名直到现在我还是必须要看着念，不然我就觉得很容易念错。嗯，歌名太长。下一首来宾点播阴天。
欸，不是，这个阴天真的有点太阴了。这个阴天会让人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它的阴天是阴郁了，是那个像是世界末日般很黑很厚的云层已经压迫，风雨即将袭来，跟莫文蔚那个好黑暗，这无望合作社的阴天太阴了。你要逼死谁？对啊。在你这个阴天，我根本看不到香烟那个光圈啊，黑呀！这个香烟的光圈，只要一点燃，它火就会熄灭。这个世界末日感太重。这个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天劫倒数》吗？演那个赏金猎人跟珍妮佛·安妮斯顿那个男生，身体蛮壮的那个。Chris Hemsworth。不是不是，啊、不是，好像有个杰字的。杰洛德·巴瑞什么？类似那样的、啊、那部片，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很难看，不要看。我一个这么爱世界末日电影的人，就是这种题材再拔辣我都爱收看。反正比如说碎片要飞来啦，什么病毒传出去啦，逃啊，有钱人才有资格上飞机，这些老梗你丢给我，我都吃。这部我真的吃得相当的不开心，乱七八糟，背叛我。我只是觉得哦，常常你在节目上面讲说什么东西很难看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人骂你呢？当我讲，因为他真的难，因为他真的不好看啊。哦，你说当你批评，当我讲有东西不好看的时候，马克，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会哦，我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我说东西难看，不 OK， 乱七八糟。可是你用的词比较重。我说垃圾。你现在讲出来，你现在知道了吗？但我觉得很难看跟垃圾是同义词啊，我不觉得他们有差别啊。垃圾很重啊，就像很多人觉得，比如说在 YouTube 平台，你就看到有人说哦，那跟粪作一样，而粪作其实也很重。就是那个词一打到那个心会有点难受，所以我只能说很难看，很不对我胃口，很不 OK， 我吃不下去。这端出来真的不行，这都可以。垃圾，垃圾太重了，太重太重，垃圾太重。可是这我不相信会有天劫倒数粉，有天劫倒数粉，我真的 respect yo， 因为它很不末日刺激感哎、欸，就是。没有那个压迫性，所以什么末日平淡感？就我觉得他要埋蛮多支线的，比如说好像他在营造这个，因为那个世界末日很快，48小时，所有的碎片就要飞过来了，所以48小时之后，这个地球就是我们要陷入第二次的那个冰河时期，对，恐龙灭绝或干嘛的，所以当然你会有那种有钱才能上飞机，然后当你手上有那个。门票的时候，你如果曝光了，是不是你会被其他人觊觎？因为别人发现，哎呦，欧马克，你高知识分子，你懂多，所以你可以上那台飞机哦。你现在还没上去，那我可以抢那张票哦。飞机要去哪？就是他们一定就是会有个堡垒嘛，他们要保一些就是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啊，那个争夺也争夺很随便，就集体摔车就。不管，只要你能愉快。
一句 say goodbye， 当作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冷冷清清的淡，今后都不管，只要你能愉快。欢迎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他们是 Westlife My Hero。 You've known me I'm a lower stage， You brought me to the burning rain， You knew you were navigating， I feel love Even in my darkest place， I feel a light I can't explain，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s ever changingYou've seen the long nights, I'm not alright. The ebb and the tide, the salt and the red eyes. You don't know how you're saving my life tonight. Cause I feel like you are my hero.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feel like.I want you to know I've been wrong more times than I have been right, but you don't bring that up in fights. You help me when I felt defeated. I feel strong whenever you've been around. I see you hidden in the crowd. You make me feel like I am needed.You've been there for the scars, the aches in my heart, the journeys in cars, the talk through the bad times. You don't know how you're saving my life tonight, and I feel like you are my hero.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feel like you are my hero.好的，又到我们整点报时的时间啦！提醒大家进整点就是要干嘛？喝水，动一动喽。届きそうで届かなそうな、ありえそうでありえなそうな。君の仕草の一部始終、脳で解析フルスピードで試されてたりするのかな。それなら望むとこだけど、遊ぶだけの相手欲しさならばどうぞ他を当たってよ。
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まり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わからないんだ。君が教科書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い、いいよって君が言うなら暇はいくらでもあるから。わかることなどいくつもない、わかりたくないこともいっぱい、難しく絡み合う世界で胸を張って言えること、絡まったままのこのイヤホン、一瞬でほどくような魔法、それが君だとか言ったなら鼻でまた笑われてしまうかな。君のつかめない恋の確信に迫るほど怖いと思った、そんな心が初めてで、なのに君はさ何でそんな伝えれるかな、やっぱりそれじゃダメなのかな、振り絞るだけの勇気が僕にはまだあったかな。だから今すぐこっち向いてよ、こっちおいでよ、いい加減もう諦めなよ、一秒も無駄にはできない、 You know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baby、 もっと近くでもっとそばで、この視界からはみ出るくらいに、君だけで僕を満たしたいの、いいよって君が言うまで、君と今日はキス